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频道。从这期开始呢，我们的这个启蒙班，会带着大家来做一首简单的流行歌曲，一步一步的。好，我们先给这个旋律配和弦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你一些的乐理知识。和弦呢，可以配得很普通啊，甚至有些套路可以用，也可以在这些套路当中呢，做一些变革，让它听上去与众不同。好，我们简单听一下。难过配和弦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用三和弦，当然在你实际的去演奏的时候呢，再把它变得复杂一些。好，我们选个钢琴的音色。沉默忐忑，因为不快乐难过啊，这个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些和弦的一些变化。我曾经爱过，是你把我的心划破，沉默忐忑，因为不快乐难过。我不想说什么，我曾经爱过，是你把我的心划破。我们整体来听一下，沉默忐忑。我们这首歌的和弦就这么去确定，因为不快乐难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一期一期的把这首歌给做完，包括前奏、间奏、每个乐器的编配，给大家一些启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留言。坐着躺着站着反侧哭着，你还要说什么？什么都别说，爱过你是我犯的错。